月六月份，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在花季的时候主要的打卡区，伴手礼区，结合了当地生产的一些柠檬、金橘做成的果树。OK， 那我们往户外走，刺客山采摘的金针花，它用炸的一定是开的这一种。如果说你要晒干的，这个叫明日花，就是明天会开的。哦，那如果你要炒来吃的，就是第二天的花，就是、这个才会脆。所以一般它就分三个，你去吃金针大餐，一定用这个炸，炸出来才会这样很漂亮。哦，甜起来要怎么办？很香哦，西瓜，这不是西瓜，南瓜。In the morning when I wake and the sun is coming through, oh, you feel my lungs with sweetness, and you feel my head with you. 我第一次看过摘香香蕉这个课啊，山上的孩子，哇，你们很棒，哎，好厉害哦，可以啊。